这里是 Nakameguro 的 Aoya， 就是我们昨天来吃午餐的地方。这个地方做的食物非常的健康，都是养颜美容的餐点。然后呢，他最近今年在隔壁开了一间抹茶咖啡，都是京都的抹茶，然后。 蛋糕，还有我最喜欢的抹茶 ice cream 加红豆，这是我最喜欢的。这里，我们昨天已经来过这个地方了。